主料：韭菜300克，肉末100克，面粉500克，酵母10克，辅料：盐、蚝油、鸡精、面粉加酵母，加适当水，合成面团，二度发酵，韭菜洗净切碎，不肉切末，加入食盐、蚝油和少许鸡精搅拌均匀，做成馅备用。把放好的面粉成大小适中的小剂子，取一小剂擀开，约二厘厚吧，随便在面皮上划一刀，铺上屑，刀口一旁空着如图，把空出来的那边先开动折起来，如图再折，最后一折收好口，先多加适量油烧预热，加上备好的饼，两面煎至金黄即可。烹饪技巧，一切讲究的是心情，有了好心情，一切都好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